东站，本次列车终点站为广州东站。The destination of this train is Guangzhou East Railway Station. 下一站，体育中心。排长，排友中心。The next station is 天河 Sports Center. 去玩天河体育中心，太古汇，万里汇乘客提前预定。请需要下车的乘客提前到达车门处，其他乘客主动避让，往车厢中部靠拢。列车即将到达体育中心站。地铁正常运营秩序的行为，公安部门将。